飞宝着急想喂孩了是不是？啊？哦，想喂孩啊？哎呀，看关心还是丑孩呢。咱们先吃点大肉罐头吧啊，吃点大肉罐头补一补，啊，还有奶，再喂孩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家人们啊，牛肉加蔬菜，大肉罐头，里面添加了南瓜、紫薯、胡萝卜，宝宝可喜欢吃了啊。有喜欢的家人们，也可以给你的宝宝安排一单，拍六罐划算，家人们啊。屏幕上方小黄车，点开就可以下单。看我菲菲宝贝吃饱了，在哄孩子呢，给家人们看我们家宝贝睁眼睛了啊。哎呀，看可爱吧，睁眼睛啦！哎呀，太可爱了！哎呀妈呀，拉不住，可滑了。看这个，这小三儿啊，可爱不可爱？睁眼睛啦！哎呀，太可爱了。这是老二，也睁眼睛了，看到没？哎呀妈，太可爱了，拉不住，太滑了。这小三儿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全睁眼睛了，看到没？给家人们看看啊，多可爱。